各父厌食了壮体日节，过了安息日，马太拿着玛利亚和雅各的母亲玛利亚，便在罗密买了上膏药去膏耶稣的身体。第二节，前日的第二日清早出太阳的时候，他们来到盘母那里。第三节，彼此说：谁给我们把石头从母前困开呢？第四节，那石头人是很大。他们抬头一看，却见二石头已经困开了。第五节，他们进了盘母，看见一个少年人坐在右边，穿着白袍，就是穷将穷。第六节，那少年人对他们说：不要惊恐，你们寻找那当十字架的那撒勒人耶稣，他已经复活了，不在这里，想看安放他的地方。第七节，你们可以去告诉他的门徒和彼得说，他差你们以前往加利利去，在那里你们要见他，见到他从前所告诉你们的。第八节，他们就出来，从盘母那里逃跑，要发抖，要惊奇，希望也不告诉人，因为他们害怕。第九节，在第七日的第二日清早，耶稣复活了，就先向马太那里玛利亚显现，耶稣从他身上曾赶出一个鬼。第十节，他去告诉那上来跟随耶稣的人，那是他们的哀痛哭泣。十二节，他们看见耶稣发了，被玛利亚看见却是不信。第十二节，这事以后，门徒中有两个人望上下去走路的时候，耶稣变了形象，向他们显现。第十三节，他们就去告诉其余的门徒，其余的门徒也是不信。十四节，后来十二届门徒坐席的时候，耶稣向他们显现，只批他们不信，心里刚硬，因为他们不信那些在他复活以后看见他的人。第十五节，他就对他们说：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。十六节，信耶稣死的必然得救，不信的必被定罪。第十节，信的人必要信者，谁错他们就是呼我的名干鬼作信奉人。十八节，少年那撒若喝了是无吐物，也必不输开笑安平人，平人就必好了。第十九节，主耶稣和他们说完了话，后来就被接前上坐在上帝的右边。二十节，门徒出去到处宣传福音，就和他们同在，用神迹随所证实他所传的道。阿门。